请用你习惯的烹调方式，把各种食材备妥。蔬菜请尽可能有五种不同的颜色。备妥后就要开始装盘，装盘的时候请先选择要用211减糖餐盘还是321低糖餐盘，盘子或餐盒已经有分隔就最好，没有的话也没关系，自己知道比例就行。所有蔬菜请先占据整个餐盘的一半，接着放上蛋白质，这里用的是无骨鸡腿排，再放半颗蛋，最后是淀粉，我们挖两球无骨饭，最后补一点无调味坚果，让这些优质脂肪帮助身体有更好的吸收利用。321餐盘也是一样，蔬菜先放一半，然后放上蛋白质，再放上一整颗蛋，一球的五谷饭就好，同样在一份优质脂肪，这样就备餐完成哦。